吹口琴吹咗好耐啦，但系喺沙灘吹咧真係第一次。咁香港咧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。咁除咗有城市嘅感覺之外咧，其實好快咧就可以去到沙灘啊，去到一啲可以遊山玩水嘅地方。咁其實真係好特別。雖然我哋四個咧就第一次合作啦，咁但係我哋認識咗都一段時間，咁所以咧今次都合作得好愉快、好開心。今次咧我哋四位吹嘅口琴咧都有少少特別嘅，我不如又介紹Gordon 同埋 Apple 嗰個先啦。呢、這個口琴就細個啲啦，咁就係有一個按鍵。这个叫做半音阶口琴，咁啊两位咧主要都是用嚟吹旋律嘅。跟住到我隔篱啦，呢个 Jerry 手头上呢个有两层嘅口琴咧，就是一个低音口琴啦。咁啊应该会连住一个咪嘅，咁啊所以咧出嚟嘅声音咧好雄厚嘅。咁大家应该最好奇就我呢一支啦，咁长嘅口琴，呢支叫做和弦口琴，咁就系吹 chord 噶啦，一次过咧就会吹几个音，做一啲节奏啊同埋伴奏嘅效果嘅。咁就其中一个最大嘅挑战咧就系冻啊！今日咧啱啱香港開始轉涼啦，但係唔使擔心，因為咧我哋吹口琴嗰個熱情咧，希望可以帶俾現場嘅觀眾咧暖暖嘅感覺啊！